咱就是身躯吼无去，啊了后就是迄个心识去往生的道是净土。广州三弥勒菩萨堂中，举办慈善护法经以及拜忏，日期12月17日，地点中国北港馆，时间上午8:30至上午6:00，联络电话0985597日，895597日，03-9359-3566，03-9359-3566。控诉23-9002-76，23-9002-76，控六083-0002，083-0002，控七303-0999，303-0999，参加者请事先报名。来，来看这第高压的第六座，哈，第六座的第二段遐，第七段，第高压第六，第七座，哈，第七座的上边关，10-12天，七宝大瑞，摩尼殿上，始至成泽，忽然化生。一莲花香，结跏趺坐。这边我那结跏趺坐，在天上我那结跏趺坐。哈，在迄个时阵，伊在人间往生三啊，在90多天，哈，诶，七宝大瑞，哈，诶，摩尼殿上，啊，忽然来，在迄个始至成泽，忽然化生。以前就得甲咱讲啊，讲吼，伫90多天遐吼、有一个，即个天人来甲用一个七宝台啊，吼、伊个即始祖座吼，就是伫个第六页吼，伊、第六页个第三章，毋着讲有一个七宝台始祖座吼，在始祖座遐，伊伫人间啊，忽然间来往生啊，伫90多天。伊在这90多天内底，七宝台，往七宝台，坐七宝台的殿观呢，有一个做摩尼殿，啊摩尼殿，一个大殿，了殿观啊有一个始祖座，啊下面是一个七宝台，啊七宝台殿啊遐是一个摩尼殿，啊这个殿殿观有一个始祖座，始祖座就是对了，要来讲迄个七宝台始祖座。弥勒菩萨在讲经说法的座位啦，哈，我伫迄个座位忽然间怎啊化生起来，哈，人间我啊神意天上都伫迄个刹那中间忽然间来化生，那个化生的时阵在莲花上来结跏趺坐，哈，那化生的时阵是坐伫始祖成泽面顶，啊，但是伊坐伫莲花，哈，莲花，莲花有一个意思，代表清净。代表清净，有这个清净的心，已经心已经清净了，在莲花上来结跏趺坐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正行贤啊，咱去看下面这段文：心如阎浮陀经，心如阎浮陀经，定是六有。损32相80种，解释地足，讲这个弥勒菩萨，迄个时阵，现伫狮子城上莲花上，迄、个弥勒菩萨的伊身躯的色地呢，就亲像阎浮陀经的色，那么阎浮陀经的色顶，大家讲两遍啊，就是这个阎浮陀。伫个阎浮丘河下面迄金，做啥物金？迄金的色是最殊胜的色，那么伊身躯的色就亲像阎浮陀金的色，伊身躯伊冠呐，伊身冠外冠呢，16有损，身躯16有损，一有损是做40粒。因为这个有损有分做20粒啦、40粒啦、60粒的算法啊，伊这个有损是以40粒算，40-64，六百四十
米哈，伊先付的等于640米，啊，差不多咱的高速公路两倍啊嘛哈，啊，高速公路两倍，那么伊先付这里等啊哈，啊，先付这里等40米，啊，伊的线路安怎曲折弯弯，是32米，啊，80种好，啊，拢总弯弯曲折。这个30米啊，哈，原来是这30米是，如果来跟他讲30米呢，这是专门性能完好之上。当时获得在说，所以你看提不得得嘛，有迄个30米啊，啊，所以这30米，啊，亲像个环湖啊，啊，专门性能阴毛30米，啊，不过这个所在个加80种好，啊，就是叫米色的相，哈。那么拢总聚焦，安尼你这个是一个大圣人，他有法度哈。圣人拢是30以上，并无80种色相啊。哦，那么这30以上甲80种好相呢，这拢总圆满聚焦呢，就是讲这个啊，肯定以所修的哈，啊，代表以拢聚焦圆满，那所修的行，所修的好拢聚焦圆满，安尼才有这个相貌出来。因为这个相貌。是修福所得来的。那这个30以上的情形呢？哈，在这个所在，我附带甲咱讲，有的人对这30以上无了解，哈，啊，咱来了解。30以上不只是佛有啊，哈，专门王也有，啊，其他哈啊那是啊，所以世尊当时出世的时阵，按照寿命先来解寿命，啊，看到30以上。啊，人小明星是内行的，就甲因老爸讲啊，啊，讲你这个囡仔有30以上啊，这若会在家不出家，伊是一旦做庄的农，因为庄的农靠伊的后辈上啊，啊，告诉老爸出家是做法王，啊，会做富大身份安尼，啊，所以这30以上呢，啊，这是修无量福，所以第一个相就是这个足下安定相，啊，比较。不得感受人者，因为真侪人吼、对这个佛陀的身相吼啊有一个好奇啦，啊或者甚至按照啊，伊看咱凡夫有啥物看到同款的点吼啊，所以恁原来所以啊，我来讲过恁的。